都由開始佢入市到而家，我喺都有六年，好耐咗啊！六七年有啊，六年。我咪係嘅，感染到佢糖尿病，佢張口唔好，都感染咗醫生啊，睇佢治治一直治一直治就治到治治啊，好彩。好彩是到三日著紙之後，氣就冇乜嘢咗，但係腳就一直未咁嘅樣咯。要日日要定下洗張口啦，就入啲好咗紙紙，氣都係好快就會爛咯。佢係腳有氣搏啊，氣搏之後轉咗一路唔要好，啊、到定年都唔要好。嗰度我唔知道嘅。咁遠。我平時你帶你爸都去睇醫生啊，去醫院啊。啊。平時我都係。之前我是叫的士在下低等啊，如果喺醫院咁嘅樣，上班咧我多數係或者叫的士翻咁嘅樣。咁我嘅眼而家咧係有點講啊，係睇唔到噶啦，好似你嘅樣我會睇到蒙嘅，都一隻眼差唔多可以講係睇唔到嘢。醫生幫我講係會好快，好快都會睇到。好似你爸都有病啊，有傷口啊，洗手口呢啲啊，平時係點處理嘅？啊，日日幫佢洗傷口啊，有時兩日啦，但大多都係每一日都會洗，因為我胡個胡都唔係好厚，頂我係睇唔到，但係我係攞個電話演咗獎，慢慢喺度放大嚟，係啊，喺咗電話點再幫佢洗，我每一日我大概用一個鐘。時間可以咁計個張口。你之前曾幾耐一次？幾耐一次？醫院啊，通常係三個禮拜或者一個月一擺。咁你日日聽照顧你爸都幾好做。啊，而家冇做咯，我係兩年前就睇唔到都就做得咗六年。而家 ambulance 在邊都？可以講可以幫到我好多啦。第一係咧，有人幫到扶住去睇紙。第一我就劈椎就冇咁緊要啦。第一可以減輕呢個負擔。啊，我又驚接到自己大氣又睇唔到氣，負氣都唔到。多謝你馬來西亞啲人嚇，唔、啊、分種族嘅啊，幫助人好歡喜嘅。